对你的温柔体贴，你拢袂记哩啊？啊是，你今仔半夜我有心，你无想要承认，是呐？咱有暂停使用保险套。没有，可能是我伤过忝，啊一个困就唔知影人啊，所以对昨暝到底有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真正是完全拢无印象。也唔过，唔要紧啦，下晚我也有闲，我再过来陪你。英啊，你搁要来啊？还袂认真，粉胖胖，等我。客伯，麦姐，你精神啊？嘿，麦姐，昨暝咱有安怎想？囡仔，你问啊，刚讲昨下人对你的温柔体贴，你拢袂记哩？啊是，你今仔半夜我有心，你无想要承认，所以就假做什么拢袂记了了。袂啦。我真正一点仔拢想袂起来哩。这边哪有可能啦？放心啦，咱有专程使用保险套。Becky， 昨暝你就来底搞下药设计，对无？你唔相信？那你紧甲衫穿穿诶，我来去病院做检查。医生会甲你讲，昨暗你是毋是有甲我糟蹋过？Becky， 我毋是生气，我只是感觉委屈而已。我虽然毋是黄花闺女，啊，毋过我嘛毋是趁食查某，我无需要你负责。我背过你，哄抬过你，这是事实。昨暗才发生的代志，你竟然讲你一点仔印象都无，你叫我要安怎？我感觉更加委屈的是，你竟然怀疑我伫个酒内底藏药啊！那你好啊，我甲你啉出的酒全部拢啉完，你看我是不是会出代志，会昏去袂？Maggie， 好啦好啦，莫安尼，莫安尼啦 ，Maggie， 好啦 ，Maggie， 我相信你。昨暝吼，可能是我伤过忝，啊一个困就唔知影人啊，所以对昨暝到底有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真正是完全拢无印象。也唔过，唔要紧啦，下晚我也有闲，我再过来陪你。英啊，你搁要来啊？无唔对，爱的姐姐，你莫搁准备任何的酒，我要爱我家己。完完全全保持清澈，来享受这个小河里。哦，我叫姚总开车来接我，我要来走，唔通袂记住，粉胖胖等我。伊讲伊也毋阁要找你，安尼要安怎？安尼用啊，伊一定会提高警觉。啊，你伫酒内底藏药一招，行袂通啊！你敢若真紧张哦？惊我又去着你泰山糟蹋去啊？当然，我即马甲你当作是上好的朋友伫看待啊。你应该当过恋爱，知影整个的过程。拄开始是普通朋友。然后是你关心我，我关心你，刷落来着。我是对姐弟恋无啥物兴趣啦，嘛无希望佮合作的 partner 闹绯闻，所以我会控制我家己的感情。希望你嘛是同款哦。Becky， 我承认你是一个真袂灵查某人，
人陈守聪明有才情，反应过激。尤其是你这个厝，连我对我家己口才真有信心的人，我拢承认我讲袂赢。甲你接受，迄种无压力的感觉真好。甲你合作，我是看数字也合适。啊，若男女感情方面的代志，我想你免烦恼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阁无多像我之前的女朋友。之前的女朋友是啥物人？我敢无熟悉？你应该无熟悉，伊叫做伊。伫个拍布内底唱歌，伊个梦想是变做一个歌星。有你这个这么有实力的男朋友，伊个梦想要实现，迄是真简单的啊！替伊出一张唱片，无偌济钱嘛。我无赞成伊行歌星这条路，伊嘛无希望用我的钱来拍。伊讲伊要靠家己的实力。所以，你就安尼分手啊？嘛唔知影是毋是算分手。为滴最近无啥联络啊！男女感情方面的代志，我也无方便讲啥物啦。安怎？刚安排好，我甲恁爸爸见面啊。阿伯，唔过我赶紧安排，因为这件代志我嘛真着急。对啦，阿哥有一个人伊嘛真着急。你妈妈？是李泰山，伊直接来超联甲我呛声，暗示我要甲你合作。有这种代志，伊们来跟我呛声，阁向我下战帖。当然，伊的战帖我嘛强，所以我跟你合作，我是志在必得。我希望最后出局的人是伊，不是我。万叔，等我跟吴冰春、吴总裁见过面了后，再阁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